我给你洗吧，不用，你们都挺忙的，我自己洗吧。 行了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项目要谈，先挂了。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。如果和三十集团合作成功的话，那前途可是无量啊！老娘要发，谁他妈都挡不住。 我给你修一下，修一修，你个洗车的，你口气还挺大。你知道我这是什么车吗？我这是纯进口的奔驰 SLK， 你拿什么修？美女，别着急，等一下我喊一下我家人。胖哥，你过来一下。来了。胖哥，你看我把他车刚才给划了，你经常修车，你看这样怎么处理啊？ 你还得给我装，我这种车能在你这种小地方修好，我把车给你。这台奔驰是纯进口的，国内没有这种车。行，胖哥，那进去吧。美女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看，要不我给你补一下吧？要不你开个价吧。你个穷光蛋，我这车100万。 赔我一台新的，美女，我就乘坐一点气，你让我赔台新的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过分？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们三十集团在这儿就是道理。三十集团？怎么？害怕了吧？赶紧给我把这事儿解决了！我告诉你啊。那行，等我打个电话。 这事儿不用你操心，我一会儿给我的评估团打个电话，你的事儿会处理的。还评估团队？你可别吹了。行，我先打个电话。你可真能装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哎，小王，我这里出现点状况，你带着评估团过来一下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我现在带人过去。还有，那个三只集团那个项目先放一放啊。好的，董事长。 臭修车的，装完没？装完赶紧把我车给我解决了。美女，做人都讲道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车怪你的车是我不对，但是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啊。今天我要开这车，跟大公司合作，你知道你分分钟耽误我几十万吗？像你这种穷逼，你一辈子都不能知道，你还跟我讲道理？ 你等着，我一会儿跟你好好讲道理吧。你说什么？兴业集团的老总说合同先放一放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可全指望着那合同呢。行，合同先放一放吧。我在洗车这遇到个臭傻子。行了行了，你过来再说吧。
好久不见。小月，还真是你啊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个洗车的。天意，你还认识他？他呀，就是我那汪费的前女友。你说你在这洗车，把我亲爱的车给刮坏了。我跟你说，赶紧把钱给我赔了。我女朋友可是做大生意的，亲爱的可是做大生意的。月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在这洗车，把他车给划了，他让我赔他新车。亲爱的，这样你让人家赔他洗车，是不是太过分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他一会儿肯定得跟咱讨价还价，咱一会儿不能敲他一笔。再说他就是个臭洗车的，不欺负他欺负谁呀？车刮哪儿了？在这儿呢，刚刚给他刮的。就这点小伤，用得着赔他洗车吗？哎，这不是磊哥的车吗？哪个磊哥？这就是三只金粉让周磊的车。啊，是周磊的车呀。我磊哥的名字是你一个小屌丝随便叫的吗？我不管你和周磊是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和他是好朋友。怎么的？你装起来没完没了了？小月，可别怪我不念旧情没提醒你，磊少可是我亲爱的顶头上司，在这一片的势力是你想象不到的。啊，都是跟磊少的。放开我亲爱的，哎，别冲动，你来呀，朋友，去把我车还了。好的。什么？这台车是你的？没错，这台法拉利就是我们岳总的。不是，亲爱的，这女的什么来着？岳总，周磊的电话打通了。哎，周磊，你最近混得不错呀，你的小弟开着你的 SLK在 CBD 很是猖狂啊。月姐，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。听过的不是吧？我让你手下人亲自跟你说。谁知道你打的是谁号码呀？谁知道你是不是骗我呀？喂喂，月姐，月姐，王叔叔，随便一个电话就让我接呀？我接你妹干嘛呢？小丽，小月，这法拉利真漂亮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刚才你泼了那瓶水，就是毁掉了你的前程。你打了我那个几个巴掌，就是毁掉了你的人生。可笑！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毁了我的人生的。王秘书，给我备台车，我要去洗地。刘总，什么事啊？不要问了，我月姐有难。摔我手机是吧？我相信你们雷准已经听到我们的谈话了，正着急的往这儿赶呢。如果你们给我道个歉，今天的事儿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我好害怕呀！今天你必须得给我把车赔了，要不然我把你这台法拉利给你砸成废铁。摔我手机是吧？我相信你们雷准已经听到我们的谈话了，正着急的往这儿赶呢。周总，谁是月姐呀？第一次看你亲自出面。月姐呀，就是星月集团的董事长。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全都是拜她所赐。如果谁敢动她，我弄死她。如果你们给我道个歉，今天的事儿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我好害怕呀！今天你必须得给我把车赔了，要不然我把你这台法拉利给你砸成废铁。周总，前方修路需要绕行，大概得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。王秘书，谁在 CBD 的分公司就职？周总，现在小季在分公司担任总裁。喂，小季吗？周总，前方修路需要绕行，大概得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。王秘书，谁在 CBD 的分公司就职？周总，现在小季在分公司担任总裁。喂，小季吗？现在去 CBD 修车那里。好的，雷哥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想好了吗？是
你赔我的车，还是砸了你的车？我看看是谁这么大胆。鸡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没意思啊，那可是呢，咋回事啊？鸡哥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借我去和三十集团谈合作那车被这个臭傻逼给刮花了，却还不赔我钱。鸡哥，您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呀。啊，原来这台车是你从那儿借的，那正好，你给我评评理。我不小心把他车给划了，然后他让我赔他一台新车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哦，我说磊哥怎么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去。小丽呀、啊，是我安排在公司上班的。我不小心把他车给划了，然后他让我赔他一台新车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哦，我说磊哥怎么这么着急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过去。小丽呀、啊，是我安排在公司上班的。我姓小丽。这样吧，我呢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，钱呢就不用了。你呀，把他这个法拉利直接开走了。这个就是你所谓的道理，小纪是吧？男，24岁，原名纪有道。2015年到2017年承认星月集团副总经理，2018年现任三十集团分公司总经理。行啊，知道挺详细。纪有道，哎，他的销售业绩还行，正好我的朋友开那个三十集团正缺这样的人才，给他调到那儿去。在那个星月集团待2年，这台车你不认识吗？人品和前途画等号，你确定不珍惜一下吗？这台车好像你当初你还记得谁给你带进分公司的吗？就有道，你的机会来了，董事长要提拔你，这是你的推荐信。你拿着它去三十集团，他会提拔你当总经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我的手机刚才摔坏了，你的手机里边应该还存有小厂的电话，你现在给他打过去。你是？这里面是什么来历？我问你。法拉利，你等一下。我还是为了佟秘书，你等我打电话，要是自己人那就好办。佟秘书，咱们公司是不是有台法拉利？知不知道是谁的？法拉利没有啊，金哥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没事，我就问问。喂，金哥，喂。这家伙就是个拆二代，还认识金哥，还有同事。真是瞎了眼，我真后悔给你带到了分公司。你说什么？是你给我带进的分公司？我看你呀、啊，还是省一省吧。在本市有头有脸的人我都见过，你呢也别给我装什么大野狼，赶紧把车钥匙给我。跟磊少一年，说话口气都变了。给，这个是法拉利钥匙，拿走，有能耐你就开，来拿呀。咋的？舍不得了？我只想让你明白，这个不只是车钥匙，拿走它，你将失去你的所有。你可别装了，磨磨唧唧的，赶紧把钥匙给我几个。车钥匙可以给你，但是我有个要求，把你手机借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
咋的？沈阳人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吹牛逼，我基友道在那片还有势力的。你借不借？好，今天我就让你打，我看你能把天王老子叫来吗？去去，给我撒不拉稀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法拉利啊。喂，你怎么还没到？亲爱的傻娘把车给人了，走，哥带你去试试法拉利的马力。儿来。董事长，我们已经出发了，但是您的位置我们找不到，电话也打不通。行，我现在就在 CBD 附近，过来吧。打完了吧，电话还给我。小鸡呢？他这事儿办的还算漂亮吧？漂亮，属实漂亮，可漂亮了。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？他们一会儿会回来的，我们找个地方等他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倒要问问你，这车是哪儿来的？磊哥，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车呀，是个傻娘们赔的。亲啥呢？赶紧把法拉钥匙给雷总，让雷总试试这车的马力。马力呀，倒不用了，让你试试我的掌力。小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磊哥。你知道你抢的是谁的车吗？磊哥，我真不知道谁的车，请您明示。那我就告诉你这是谁的车，听好了，星月集团谢小月。这回知道是怎么毁掉人生了吧？岳总，是我错了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还记得吗？刚才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岳总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可以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太好了，岳总，